再唱下去，我就要收费了，好吧？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。开口的第三句，我就知道他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。梁静茹在歌艺上面，他最了得的只有一点，这一点讲出来，从此你知道啊，原来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他是歌手里面这么多歌手里面，他的 vocal 跟器乐跟乐音 match 在一起的一个歌手，最 match 的一位，最 match 的一位。而你一唱出来第三句以后，你唱你的。你的声线是清楚的，乐队的声线当然他们应该是固定的，器乐是清楚的，所以变成有两股声音在这里串流。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给你再唱一下。对啊，那个一开始进来的地方，你把声音刻意的，不要唱的那么刻意进来，你要贴在跟钢琴贴在一起，完全贴在一起哦，不要让我们觉得你存在哦。来，来了，你不要存在哦，你不要存在，来哦，来。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。停，好，你再唱下去，我就要收费了，好吧？为什么说宪哥很屌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可以点出，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。宪哥很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宪说我很屌，我才能对？为什么他可以站上小巨蛋？这么屌？你重没有重补一句？为什么宪哥可以站上小巨蛋？为什么他这么屌？原因就是因为我可以经常。所以你这样懂了吗？你刚刚唱这一次跟刚刚那一次80种样子，那根本是南辕北辙。